有什么好说的？搞得小乔很羡慕哎。对啊，真的，我很想要赶快生哎。他们说一定要去度假。我觉得小孩子的事情一定要问的就是海岛，就是海岛，汪仁亮海岛一定要。仁甫哥，快点来，赶快告诉我你为什么可以。哈鬼的屋。什么东西？什么？什么叫哈鬼的屋？什么意思？在说什么？你听不懂吗？听不懂。台语啊。台语啦。叫哈鬼的屋，哈鬼的。他说哈鬼的屋啦。对啊。他谁在公开叫别人？哈鬼是什么意思？哈鬼就是哈鬼。跨过去。你想看示范吗？就是这样吗？哈鬼的屋。我好像问错人了，对不起哦，我觉得我不应该问你的。那道爷呢？快点，你那时候小孩很顺利吗？我的第一胎很顺利啊，第一也是哈鬼丢屋啊。对呀、啊，为什么？那我下一讲，他好嫉妒哦。真的？那第二胎呢？他说第二胎就。哈哈哈！他都不记得，他都不知道哈几次了，赖老婆。你们都没有要认真回答我的问题。哈什么？不是你们问我这个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就说很难回答，因为这种事情不是用讲的。到底要怎样？这种事情就让你去看医生，你跟医生说，医生，我的肚子不舒服，可是你没有照 X 光，医生没有看到片子，他没有办法诊断嘛？因为你只有没有，你只讲病状，但是没有让我们看到到底问题在哪里。啊，如果你要问我们为什么一直没有，那就让我们知道到底问题在哪里。所以下次的时候就约他们到现场。对，我们直接会给你们一些指导。指导。不然到时候对空讲嘛。然后我是秀导。我秀导，然后我有副导、指导。啊，我担任摄影班，我担任舞指。没有动作指导啦。动作动词动作动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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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你一点 tempo， 快快快慢慢慢慢，快快快快！哈哈哈哈哈！没有，就是新的意见，算了。真的啦，你要安排一趟舍不得的行程。度假度假，对。但是一定要纯度假的。下午 salon， 然后回家 salon。回家什么？哦，约个时间吧。赵小超，谢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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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